中午，简陋的铁皮屋前，民众排队等着点嘉义最特别的凉面。凉面有多特别？看看民众搅拌酱之后一入口，好满足。有嘉义唯一才有的，我们不叫美乃滋，我们叫白醋哦。在地人说，这白色酱汁不叫美乃滋，嘉义人叫白醋，也是凉面酱汁最特别的地方。混合麻酱和小黄瓜，意外的对味。当然还得搭配上这一杯四味果汁，透心凉。不是嘉义应该不知道什么叫四味果汁啊，大家可以猜看看是哪四味。看看在地人吃的多满足，这一间位于嘉雄路桥旁的凉面店，一卖就超过40年。内行的老饕都知道要怎么点。像这杯四味果汁，是由凤梨、木瓜、芭乐和柠檬四种水果混合而成。凉面用的是宽板面条，加上特制酱汁，滑润顺口，还要加点皮蛋豆腐，就是嘉义人专属的特色消暑餐。它是有一股很特别的，很像香水，淡淡的味道，很清香。凉面上面就是会加非常美味的美乃滋。就是我们说的白醋，超级好吃。别以为凉面只能搭麻酱，华顺凉面搭白醋，混合鲜甜口感是嘉义人的吃法，再配上四味果汁，特殊清凉消暑餐，变成隐藏版的嘉义美食。三立新闻廖国雄、黄嘉平，嘉义市报道。